就会很，会很奇妙这个感觉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哦，晚上好，累死我了。我现在在好静，我现在我自己房间。现在谢谢上海第一辣妹的礼物，我连衣服都不用拿下去，我中途直接上来。今天很帅，今天一点儿都不帅，今天我丑死了，今天我发型丑死了，所以说我把我头发拆下来。谢谢蟹黄味瓜子仁的夜蝶 ，Thank you。啊，这视频的，嗯 ，Thank you。裤子丑，这裤子是我问张月明借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别的裤子了。谢谢捕捉一只破折号的秋天奶茶，我真的双 Q 了。谢谢晶体。对，张老师好多衣服，是的，我问张老师还借了个西装在没用上。谢谢提提的卡比玩偶，谢谢百案第一名的礼物。我已经好久没有扎高马尾了，扎的我这个头顶啊有点秃，所以说我就把它给摘了。谢谢小叔弟弟，谢谢小叔汤的礼物，谢谢健康快乐猪的秋天奶茶。哦，这个裤子影响我耍帅了是吧？谢谢 Palpate， 谢谢上海第一辣妹，谢谢坂田吃屁的礼物。鼻子是真的吗？鼻子是假的。谢谢许飞 Snow 的秋天奶茶。我的鼻梁我从来不能用力的按它，因为它会开了头了两，它会变形。谢谢樱花豆腐的礼物，谢谢。巧克力魔法机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谢青叶诺小歪的礼物。Oh my god！ 谢谢 Lumos 的巧克力，谢谢派派陈司机的礼物，谢谢。谢谢许飞 Snow， 谢谢来十个羊肉串的礼物，谢谢隔壁路人甲的。礼物 ，Thank you。抖音多久更新？哎，我也想更新呀。谢谢老烟狗的礼物。现在主要是我那个 staff 他被隔离在家，没办法帮我开微博，就是应该已经到了我开微博的时间了。今天 unit 没有直拍。我没有靴子了。我中心也没有靴子，昨天那个靴子是我问郝静怡借的，今天她穿了，所以我没有靴子。现在没意思，没意思，真没意思的礼物。我的中心就是说一个大，应该可能感觉大没有衣服一个状态，真的烦，我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谢谢小 Z 摸鱼中的礼物，谢谢空心汤圆的礼物，我全身上下都是姐的。谢谢 Olivia 的五个玫瑰花。今天我是躺着的呢，谢谢没意思没意思真没意思的礼物。对，只有美丽是我自己的。旁边非常人非常多。对，今天直播20分钟，大家提醒一下我。生活用品可以借，衣服的话不太好借。借谁的呢？他们也要穿呀，对吧？谢谢 Mains 的礼物，声乐课，哦，我知道他的声乐课，我排得上号吗？他是不是很多人约？谢谢真的睡不醒的四个巧克力 ，Thank you。人家就是撕的，我在撕的名。严娜就住我旁边，我天天他唱啥歌我都听得见，啊，几点开始唱我都知道。默默有闻。我排得上吗？我都想问我排得上吗？感觉好像很多人的约，还可以哈，有很多人约了。谢谢上海第一辣妹的礼物。但是我们是能稍微延迟一点看到你们公演。谢谢丽丽鸭兔，丽丽鸭兔，丽丽鸭兔，你的十个巧克力。哎呀哎呀！谢谢爵士小豆的玫瑰花，谢谢肥猫博士，谢谢我的小粉，是跟默默前辈预约吗？
我还没有他微信。就是我们在线。好的，要排队给我打电话哦。谢谢舒婷哥哥，每天都算是我的一个礼物。不用，那就过来一点。直播毕竟是延迟，大概是延迟了一个，正好加个微信。可以，谢谢比格犬的礼物。对你一进来都是就是脸，我看过严娜的直播声乐课，她当时在给杨冰妮和谁我忘记了，在上声乐课，然后我就偷学了一点。怪不得我都没有看到。对，咱就是偷偷学了一点，但是你。听着学和自己真的在那课堂上老师带着唱是不一样的。你出去点喊一下，你这是啥？两个眼睛瞪出来，你这是啥？这个灯感觉我像现在在那个月球上那种感觉。吃晚饭了，俺吃晚饭了。有没有兴趣男生女生向前冲？哦，我其实是有兴趣的，就是我这个平衡能力有点差。就是走两下就会掉进去，掉到水里去。他如果有可以三四次机会的话，我可以去尝试。如果只有一次机会的话，我就不行了，因为我也是有粉丝的，我怕丢人。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希望她能知道我现在的直播，再就说。男生女生向前冲是在哪一个？我没待会儿回他吧，待会儿回他电话。是在哪一个城市？你们知道吗？是在上海吗？谢谢阿宇的礼物。哦，在安徽。那我还跑到安徽去，在我妈的家乡。谁？直播间有没有人报名？你说你问的其他的。直播间有没有人？费劲远去。哦，报销路费。谢谢狗玉宇的权杖 ，thank you， 谢谢不是嫦娥的礼物。我也觉得最强大脑适合我。你去给我拿个冰箱，俺不需要冰箱，谁家需要两个冰箱啊？你自己拿着就行了啊。你以我的名义，到时候你在领奖台上你就说我是推奖舒婷的，我就满足了，行吗？我真的双 Q 了。我真的双 Q 你，行吗？开始了。还有电动车，那我以后骑这个电瓶车去剧场也挺方便的啊，不用打车了啊。哎，电瓶车能上高架吗？那就不行了。那最佳拍档都还没开始，你跟我讲算了。我想吃溜溜梅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吃到过溜溜梅。谁懂？你是讲舒婷腿滚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真的心。为什么不让你们洗澡呀？为什么呀？难道是因为疫情吗？而且哦，一说到洗澡，咱就是说，谢谢讲舒汤的巧克力哦。疫情，咱就是说，一开始大家不是说那个新中心是混合洗澡吗？辟谣了，没有这事儿，假的假消息。谢谢吃屁的巧克力，谢谢别怕我是正经人的巧克力。Plug 是假的，假消息啦。你有三包溜溜梅？不是 ，no， 也没有，也不是澡堂，也不是公共厕所。爆四八了，哇，爆四八了 ，Oh my god！ 那你加油哦。那我祝你早日洗上澡，好不好？这个横屏这位粉丝，对，是独立卫浴，而且还比现在中心大，不然他搬啥搬呀？有啥必要搬吗？谢谢迷糊小叉，谢谢 BB 零的礼物，拳皇争霸赛，吼吼吼，吼吼吼吼吼，为啥只直播20分钟？我这几天不都在直播吗？谢谢装板板吃可爱多的玫瑰花，谢谢提着喝。提着喝去千里浪，谢谢你的礼物。还没官宣呢。
但是我可能是四人间。谢谢莉莉亚兔，谢谢炒客河粉的。但是咱又不是说没住过四人间，对不对？不能没有我。谢谢上海第一辣妹的玫瑰花。因为，哎，哦，我是三人吗？挺够的吧。一会儿吃哦，圈内是三人对吧？哦，那我就是三人。拿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拿个这个。我们刚刚上楼之后。哦，最多是三人是吧？好吧，其实我也没有怎么了解过。我们就一起下去拿东西，然后遇见那个。四个人感觉会很热闹。他们就是。但是。会很拥挤。都一样。我以前高中宿舍就是四人。我真的很想去吃海底捞。然后我们去对直播会很麻烦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你们听不见我声音。然后我们进到电梯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吃海底捞回来。”他说：“今年 UG 美美双人间哦，狂塞，thank you，谢谢你给我定了一个目标，thank you，超饱，好吧，这样超饱。他眼睛里面有爱心。今天吃了好多菠菜，今天吃了好多羊，干巴的。嗯，哟，今天还吃了。”狠狠的喝了对我们今天直播人就非常多了，直播这个房间人就非常多，有一二三四个人。新中心离我是不是近一点？我还不知道哎。我们有等等，这是我住在中心的第一个月，没有回家过。今年夏天提花当空气 ，thank you， 大家辛苦了。但是夏天已经到了吗？真的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谢谢巧克力味魔法剂，谢谢莉莉亚兔的礼物。夏天，我真正意义上夏天到了是总选，不是总选，是他说开始拍拉票那个视频，就是总选到了。快了快了，还有一个月，大概五月份开始吧。对，我现在是半躺着直播，因为抓紧一切时间。炫耀我的歌，我想，因为我想。谢谢旺仔大王喝旺仔的礼物，呜呜呜！那时候最佳拍档搞完了吗？应该搞完了吧？他们前面的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还有决赛呀、啊，什么赛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谢装板板吃可爱多的玫瑰花。好，就过了一天就忘记了。我的无语夹子，我这无语夹子是那个送给你，是我桌上拿的无语。第二轮拍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学了，房间是郝静怡呢。昨天已经开始背单词了。我今天早上排核酸的时候，我好无聊。哦，对，我还有脱口秀，但是咋就没声音了呢？那个群。哦，因为现在疫情嘛。就是我站在那个队列。不知道这个节目还会不会继续下去？开始在上网课。希望 staff 不要忘记我们，好吗？就是一个剧场活动。脱口秀没有，我现在是在。谢谢神枪手777的五个玫瑰花，谢谢你。接触一些比较简单的。谢谢呆萌 Dix， 谢谢。我现在就在复习。奥莉莉。但其实大部分我都记得。谢谢 JXDF。一看，我说哦，想起来了。的礼物。今天云公演开心，如果有call声就更好了。谢谢是丫丫丫的夜蝶，谢谢你。不，也记不了这么多，只记得钱。广州想死我了，考完来见你。好呀，好呀，等疫情结束，大家可以来看我们公演，然后我去美美的旅个游。我去美美的，好吧，也没有地方旅游。哦，反了。一旅游，咱就是说，也就要花钱，还是不要去旅游了吧？嗯，
我说我自己旅游，我是说，我凭脑子里边，我是说那个和家人们旅游。谢谢丽丽鸭兔的礼物，我的粉丝吓一跳，没事。然后昨天，我让我的粉丝们就是不要担心，各位不要担心，吓死我的粉丝了，我的提花包一惊，什么？蒋舒婷今年目标是旅游？我想不会有人知道老师。我自己去旅游，或者是跟队友去旅游，我们自费旅游行吗？还有什么孩子？我拉郝静莹去旅游，我拉。那个父母去旅游，谢谢郝静怡的对象的夜蝶双 Q， 双 Q 你呀、啊！哇，那我又拿下了这第一次。今年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我，我的拍档，我和乐乐的拍档。在说话，明天有电源哦。明天是12点到1点，还是1点到2点来着？我待会儿去看看时间表。明天见哦，各位。对，我 Are you focus 发了。哦，1点到3点。娜娜，八是。哦，1点到3点。对。哈基，九是。九是什么来着？要回去复习吗？是不是到20分钟了，各位？忘了。不是鸡舞，不是鸡舞，有人说九是鸠，不是鸡舞，是那个。窗外的。十是。谢谢张板板吃可爱多的礼物。好，我看刚有粉丝跟我拜拜，我还以为。用那个。用。等回去拍一个视频。算了，别信我，我忘了。谢谢上海第一辣妹的玫瑰花，一个，哎呀，一个视频，很困难的一个视频，我还在构思。你接啊 ！Oh my god！ 我黑了，我黑了。谢谢菜菜，谢谢樱花豆腐。我要接半碗。谢谢吃屁的礼物，那个啥哦，今天最喜欢哪首歌？我最喜欢。肌肉跟你说了吗？第一人称吧。是啊，以后咱俩来。我以前就很喜欢第一人称这首歌，因为它我觉得很好听。只有肉啊。确实，咱就是今天最后一首歌又翻车了。先吃肉吧，帮我炖炖。我也把所有的肉都炖。我要上面。哦好。我还没去看回放呢，待会儿去看一下，待会儿简单看一下小小的回放。谢谢最爱的猫奶茶，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做了炒面。最后一首你以为是串烧？我睡觉了，我没吃。好喜欢今天的曲终人散，真的吗？谢谢愿有人，巴拉巴拉巴，愿有人奋不顾身为你奋不顾身的玫瑰花，谢谢。我其实看了回放，我也觉得我很帅，我觉得我很清爽，有没有同感的？有同感的，有同感的，啊，有同感的打，确实，打一，谢谢你们，我双 Q 你们了，双 Q， 吃了个炒面饼，但是很丰盛，还有火腿肠和鸡蛋呢。那是还能吃到火腿肠和鸡蛋。我扎高马尾有弊有利，有利就是清爽，弊就是这个里边有牙签，你显得头很平。你们有你把这个拿走。头很平，对不对？ Okay. 有。就是呀，
啊，各位，好吧，其实我觉得我怎样都很帅，我怎样都很美，我一点都没有容貌焦虑，各位，就是我随便瞎说说的，就是我就是喜欢瞎说说，因为我觉得嘴巴长在这儿就是要说话，然后我就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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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长得又美又帅的，哈，鼓掌。但是我不喜欢吃米饭，我今天就拿了这么多米饭。哒哒哒哒，买单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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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，对，但是我吃了。B 就是扎多了头皮痛。虽然米饭没有。非常同意你这句话说的。真的，当时真的我拆下来的时候，感觉真的像飞上了天堂的舒服。哦，哎，谢谢角度，谢谢青提，谢谢 May Ins。哦，我说为什么我发际线现在后移了？哦，应该是主辣白菜吧，他昨天把那个带过来了。哦，看到有那个面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扎太多次高马尾了，我刚出道一直扎高马尾。哇，谢谢安。等等，你的这个大横幅有点太明显了哦。刚刚谢谢阿宇的礼物，谢谢 K K K C W 的礼物。这个要挂一年吗？对，我也觉得是挂一年。两位他们要煮面，我一会儿去蹭两口。谢谢入实验室的礼物。对，我是今天下去。Hello， 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Love you， love you guys， love you guys， bye bye。就站在桌子上。